为什么呢？因为当 Miles Davis 把这些人全部找齐的时候，1959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他们从来不想，都没有想过说这张专辑会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因为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今天都会讲哈。对，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这张专辑会变成一个旷世巨作，可是他们在里面加入一些东西，他把 Bill Evans 找来，他把 John Coltrane 找来，他把这个 Cannon Bradley 找来，他把这个 Paul Chambers 找来，每个人都找来。他说 Yeah, let's do something。 然后他就说 Let's do something first。 他第一个和弦就叫做 D minor， 你弹一个 D minor。 D minor， 对。好，你看这是 Bill Evans， Bill Evans 下去就弹这样，再下一次 Yeah。 哦，那个，然后他小号就八。啊，那如果吹，那如果 D minor， 那我弹下去的时候，小号吹 B， 跟我唱 B。来，我问你们，听过 F major、C major。吉诺贝蒂就是 Alex Satie 的，这也是像这样，有没有？请问这是什么调？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没有调。啊、所以很多就说，印象乐派的那个声音，可是在调式时期就充满了这种色彩。对、okay? 好，所以你看，像那个刚刚 D minor 的，你如果听到 D minor 的时候，你不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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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在和弦里面就不会有空灵的效果。对，对。这样在哪一个音头？唱在九里面。来，跟我唱一次来。哪里？三次。再一次。好，剩下第四个音。9449，来，再一次，对，很好。有没有开始感觉不太一样？麻烦唱在6里面。好，6969。魔力就是在这些 tension 这些和弦外音里面。对，所以讲久了，四六 ，OK， 不，二四六，然后其实就是二就是九，四就是11，然后六就是13，所以是像这样，所以能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听那个 D minor 的时候，这个六的这个声音就变得很特殊。这个时候，这些爵士乐手开始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好像中学的时候，在我们音乐课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Ionian。Dorian, Phrygian, Lydian, Mixolydian, Aeolian, Mocrian。 那个大家记那个调式齁，不要再记多里安，然后佛里吉安跟霍格华兹、明索利蒂安、哈利波特、艾奥里安，就记原来原文 Ionian, Dorian, Mixolydian。 然后也不要用那个调一、调二、调三、调四、调五、调六、调七。好，不要掉漆了。你看，所以你看，很多人会这样介绍你。你再弹一次上次我介绍那个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样子来。各位，这叫 Ionian， 然后接下来 Re， 这叫 Dorian， 啊，接下来 Mi， 这叫 Phrygian， 啊，再下来。第一点，我们只能说拉叉就全部错，全错。为什么这样子你？你听起来是 C 大调。你听到是哆哒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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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我就是哦，我所以第一首是哎呦年哎呦年啊哆年哆瑞年啊飞越间啊飞越间啊滴年滴年，哇，这个是哦，第一次讲唱唱这样子，我每次都会进化，对，我每次都会进化，对，第二天。
有听过啊，对，不可能是这样子，对，他就是吸到掉了，对，所以你先如果真的要 Dorian Phrygian， 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如果我要听到嘿嘿哈哈哈哈，我想要得到那个六音的时候，那最快的方式就告诉他说 Dorian。这个时候怎么算啊？那考音序考音乐班的人算半天，算完了考完试，然后呢念完毕业，然后就练爵士乐还要记调式哦，好累哦。阿鹏，我说你要用什么即兴？居然还有老师跟学员讲说啊，你凭感觉即兴就好。可以啊，好，感觉不差了，感觉啊，对，跟着感觉走嘛，就是好。所以你看，如果你现在在哆瑞发嗦西哆，那比如说你现在是我想要得到，比如说我从哆开始。那我想要得到那个来，请问你们 minor 和弦的最特色的两个跟 major 不一样的音是什么？三要降，对不对？对。啊，七是也要降，啊，你就把所有大调音阶都降三降七，就是 Dorian 的啊。Dorian 就用在 minor 里面。好，所以我问你们 ，C Dorian 怎么办 ？Dorian 怎么办？降咪。啊降西，好的 ，Dorian， 好的，这样就是 Dorian。所以西方人在沟通的时候，他是知道你知道这个叫做 Dorian， 我知道我是 Dorian， 我这个叫东西叫 Dorian， 所以就是说哦，所以 Dorian 就是小三、小七、大六，这是这个意思，不是哦，背一个 Dorian 给他试试看，这样不是像这样子。那你看，我举个例子来看，来，你说哆来咪哆哆啦哆啦。那我听到这个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哩哩哒哒哩哩哒哒哒哩哒哒，有点降七，对不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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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滴答哒滴答哒滴滴答，这个东西叫做 Mixolydian。为什么 Mixolydian 意思就是说，你看到 Mixolydian 就是大调的那个 Ionian， 然后变成七是降的。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是，哎，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这个乐理的系统很好用，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它拿出来用。不是因为说他们又去考古了，说那个是什么什么爱尔兰的什么古代的，这个就是奇遇唱的橄榄树，不是像这样。好，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C minor， 我刚刚已经练习，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我们现在在 swing field 里面。懂吗？不管你现在是 swing， 你现在是 bossa nova， 你现在是 R&B funk， 或者是任何拉丁，那个 minor 就是要用这个调式。你不能说啊、我专门演拉丁，那我就不用用调式，没有这种事。我专门唱 R&B， 没有这种事，都要会这个东西。OK， 所以你再来去听唱片或听什么，就听得懂歌手在唱什么了。对，好，我是指外国歌手，谢谢。一枪打死所有人。好，所以我现在如果是 swing 啊，二三，我唱一句，哒哩哒哒哩的，换你们三四，哒哒哒哒哒，第二句，哒哩哒哒哒哒哒，换你们，哒哒哒哒哒哒。对，哎，你看你在 swing feel 里面，你现在在唱 Dorian。OK， 我们现在三拍哈 ，One two three two， 嗯嗯，哒哒哒哒滴哒，换你们一二三，哒哒哒哒哒哒，好，第二句，哒哒哒哒哒滴哒，来，哒哒哒哒哒滴哒，一二三，再一次，哒哒哒哒哒哒，换你们一二三。然后第二句，哒哒哒哒哒，换你们一二三，哒哒哒哒哒哒。爵士乐的三拍是有 swing 的，它不是咚加加咚加加，它是咚吧咚哒哒咚哒哒，叮滴个叮叮滴个叮叮，三拍。我发现台湾的乐手不太会三拍，就是我自己在。教学教那么久，但是很多同行比较少演奏到那个三拍的曲。对，可是如果你今天听 Miles Davis 说是像 Bill Evans 他们很多三拍，而且是非常的高段的这种三拍，所以你现在听到，对，所以呢，如果是博神的话，一样啊，哒哩哒哩哒，像你们哒哩哒哩哒，第二
来自己唱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再一次啊。走 R&B 的话 声音就变成了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在讲这种调式系统，调式系统呢，它的是为什么方便，就跟和弦一样方便，对不对？而我如果没有给你和弦，你看你就看到五线谱，你就哦，我要弹琴还要分析一下。那你现在看到和弦，说哦，大概和弦知道是怎么感觉。所以你看，像刚刚 Dorian 是长这样，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我想要让它暗一点的，哒哩哩哒啦啦啦啦啦啦啦。连六也降了，降三，降六，降七，这是 A 欧里。对，你弹一个哆，然后降西，然后去降啦，然后降西，没有弹和弦，哆 C minor， 然后降 B， 然后降 A。这首歌啊，你们听过三四五夜来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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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戒。少女时代，然后还有 TT 啊，就是听过 Twice 啊 ，TT 他们都不叫 Twice， 他们叫 TT， 就是周子瑜的那个团。对对对对对，还有 Alan Walker， 好啊 ，Alan Walker 的音乐也是 Aeolian， 从头到尾都是 Aeolian， 有没有听过 Alan Walker？ 糟糕，你们都真的有点老了。就是现在你问小学生的时候，你说你最喜欢谁 ？Alan Walker。再来就911啊，就是我送你这朵朵玫瑰花香啊，就是你现在听到那个就是 Alan Walker， 他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弹，然后我每天在家里就是我儿子的房间里面都有，对，就是这个，你看拉手。哒哩，刺刺刺刺，哒啦啦啦啦啦，刺刺，哒啦啦啦啦，我可，哒啦啦啦啦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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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骗你啊，啊啊啊！然后我就跟我说，你为什么在听这个？然后他每天在车上，他就跟我。你听这首好不好听？然后又是 Alan Walker， 然后下一首这首你看好不好听？然后全部都是 Alan Walker， 然后全部都这种。然后我说啊，你不会，他就一直觉得很好听。对，啊，不然你再弹一个 E minor， 然后
然后去 D， 然后去 C， 然后又回来 ，OK？ 好，你看，一、二、三、四，噔噔噔噔噔。新的叫做 New Metal， 我喜欢听早期的叫做 Bon Jovi 啦，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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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再一次。够屌。It's my life。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干嘛？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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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 it up, now you're too bad.